季二分之一突围赛的现场，我们掌声有请周迅、那英。大家好，如果你不好笑，你长得要好笑一点，我也赚。又不行了。哦、要四灯吗？真的太好了，此起彼伏的笑，我快笑抽了。不给吗？这个都不拍，感觉跟线下节奏好不一样。没拍是出于严格。我觉得很可爱，可是我没有连上。我最烦那种就是皮笑肉不笑的。每年突围赛都有很多惨剧，今年的惨剧好像来得更早了一些。很遗憾要离开这个舞台了，来年再见，谢谢。